Andy 吗？辛苦你们了，乖乖。明天要摘了，太大，是不是这样？拜拜，太早。再见了，徐老师。再见了，我上班去。再见了，哥。拜拜。感动，也很幸运，自己能够见证他们的成长，一步一步蜕变成偶像的过程。四个月的时间，我看到他们从最初的迷茫，到对舞台渴望的样子，再到你们努力拼命的样子。你们在舞台上真的一次比一次进步，一次比一次亮眼。直到今天，我相信这些全民制作人们也全都能看到，真的发自内心的祝贺你们每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，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走到现在，请为你们自己鼓掌。9% 的每一位成员出道之后，对你们来说又是新的挑战，所立之处决定了你们看到什么样的风景。